芬达不是都会在，就是都有节目播出说他都会在房里练功哦，就他就是练什么，就是他练九九神功，九九。他们就那些长辈就说啊，你们这样房事应该很顺利啊，芬达是不是很笑话而已？他们就会一直问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们这样问下去我也不好意思。然后我阿姨就问说，那芬达持不持久？然后我就问我阿姨说，还有人上这个节目这个要问？然后我就问阿姨说，那姨这样持久吗？哎，阿姨就说啊，你看安内啦。然后旁边舅妈就这样。也很好奇，然后他说那森达多久来一次？然后我就问舅妈说，那你们上次做爱是什么时候？对，就是好奇，好生一天的代际，对不？对，你知道，在我跟森达交往才第三年的时候，就每次回去就说，哎，什么时候要结婚？然后现在结婚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全部一致改成说什么时候生小孩？然后呢，我就觉得压力会颇大的。然后可能新闻啊，什么森达不是都会在，就是都有节目播出说他都会在房里练功。就他就是练什么？就是他练九九神功。九九。他们就那些长辈就说啊，你们这样房事应该很顺利啊。森达是不是很笑话而已啊？对，可是他真的有。我去他家，看他桌上有一本九九神功书，他有看一本书。我说你看，他那个是九九来一次。他说我跟你讲，男人要厉害就是要憋住，书里面都有讲。对，要憋着。对，那叫控制 ，body control。那不是啊，那是帝王神功的第九式。第九式。在他们就会一直问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们这样问下去我也不好意思。然后我阿姨就问说，那森达持不持久？然后我就问我阿姨说，还有人上这个节目？这个要问？然后我就问阿姨说，那姨这样持久吗？哎，阿姨就说啊，你看安内啦。然后旁边舅妈就这样。也很好奇，然后他说那森达多久来一次？然后我就问舅妈说，那你们上次做爱是什么时候？对，就是反问，他就是很没礼貌，没大没小，他就说我没大没小这样问，哎，这样是两个标准，对啊，不啦，落起来那个丢了，因为回来亲戚那都起来拉塞嘛，对，话题嘛，对啊，亲戚就搅屎棍儿，哎，对不对？搅屎拉塞一棍，兔年新年快乐哟！新年平安快乐，来年一定要健健康康。嗨，你好，我是蔡康永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杰辉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及娱乐新闻的宝宝们。好，帮你祝啊。好，你先祝嘛。我祝三立新闻网的这个观众朋友兔年行大运啊，兔年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新年快乐，娱乐新闻 Happy New Year 兔。祝三立新闻网及娱乐新闻新年快乐。祝大家兔年新年快乐。祝大家兔年大吉大利！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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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兔年到，每一天都是钞票兔美女，快乐 too much， 新年快乐，扬眉吐气，红兔大展，大展红兔，咚咚咚咚锵，恭喜发财，咚咚咚咚锵，啊大家哦，新年赚大钱，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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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